本台快讯，金川集团的超演经历了多大的演变，用户普及率终于达到了80%，而 V1.2.0 系统也在今天上线了正式版本。这次升级，超演与脑机的同步将更加精确，大脑神经覆盖率首次突破75%。金川超演再次在技术上遥遥领先，大脑神经覆盖率的进一步提高，意味着超演不再是单纯的脑机操作界面，而是正式开启了超感系统对人体进行健康监控反向介入的时代。尊贵的 VIP 用户，您的升级已完成，您现在健康指数良好，幸福指数为89.1 HI， 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交易时间已到 AM03.00。就得被扣钱了。其他人呢？
本台快讯，金川集团的超演经历了多大的演变，用户普及。敌人清理完毕，可以继续扑突。38-39，还是比我厉害啊！还得练，兄弟。尊贵的特级用户，早安！您的健康指数良好。幸福指数58.3 HI，睡眠质量47分。说事儿，来活了，不接。你先听一下呀，老街的杂货铺昨晚发生了一起凶案，线索的悬赏金是平常的3倍。之前的案子还没搞定呢。况且什么案子能给3倍赏金？我没有详细的追问，我就是想着整租还差多少。这个案子要是顺利破掉，算上之前的积蓄，从你那儿再借一部分的话，我觉得肯定就差不多了。小猴子他们还等着新的收容所开张，搬新家呢吧？哎，但你要先评估一下案件的危险性。如果特别危险，那就别。接吧。老孙棒棒的，要是有危险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替那些在街头飘着的流浪儿，谢谢你。先挂了，我来接你，楼下见。臭小子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呢。
开门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郑爷爷，一大早就来了。天气预报说这天一会儿要下雨，要不早点回去吧。还不是这个臭小子，每次我约他下棋他都放我鸽子。下次恭喜发财啊！好玩啊！哎，小宋，哎，三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开工了，今天船这么美啊！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小宋，你跑这么快去哪儿啊？开工了，开工了。啊。视频监控里，昨晚你就出现了，在干嘛？当时在家里。小宋，家里面。啊，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凌晨有点饿了，下楼准备买点东西，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，买完就回去了。如果还相信什么跟店铺有关的信息，联系我吧。哎，好，走吧。嗯。吴队长，今天这案子动静挺大呀。我忙，你自己去吧。哎，尚威在吗？马上到。那我得抓紧，回见啊！还有这里，看一下。嗯。来了。哎。嫌犯劲儿不小啊。是啊。是某种钝器砸出的创伤面，但并不是致命伤。在其他几处也看到了类似的创面，形状规则应该是同一钝器造成的。伤口在心脏位置，创面小而深度大，很有可能穿刺进心脏了。看来这个应该是致命伤，只不过这伤口的形状会是什么样的凶器呢？看来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了。打斗很激烈，而死者并非死于打斗，并且还被人摆成了那个样子，这就更加古怪了。
原来钝器是这个。凶器来源于案发现场，用钝器击打很有可能是临时起意，但是又不是致命伤，那就说明这只是控制手段。凶手真正的目的是刺穿心脏的那一击。店主安装了机械心脏，这与刺穿心脏的致命伤有什么联系？除了凶手，现场还有其他人来过，但这明显是一对一的打斗，其他人在干什么？凶手从前厅移动到此处，用熨斗袭击了店主，然后又用了另一种手段将其击杀离开现场。冷却稳定液，来了。所有的线索有没有新的进展啊？小薇来了。吴队长，队长脾气好，你们就都在这儿混日子是吗？都等着凶手回来给你们报梦呢吗？现场毛发线索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痕迹鉴定了吗？也没有。那还不快去办？这就去。走走走。别对兄弟们太苛刻了，最近被失踪案忙得焦头烂额的。队长，你就是脾气太好，不鞭策他们点，咱们这季度第一都拿不到了。是你太要强了，再不要强就要被某些人看笑话了。你笑话我薇姐？你什么笑话我薇姐？哎呀，薇姐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你看你现在操心操的，脸都瘦了。我记得上次见你的时候，那脸……听我嘴话。累瘦了。起开。谁通知你来的？不，这案子我接的呀。你可以回去了，这案子取消协查了。取消了？哎，哎，不需要协查了，那还发布什么协查任务？情况有所变动，这个案子取消了。取消了？这个案子跟以往不同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不是，还讲不讲道理？要说办案肯定是你们治安署专业，但是正是因为阴沟里面蛇虫鼠蚁无孔不入，所以你们才需要我们这些蚯蚓替你们钻到那些深不见底的地方。这地底下的脏活你们干不来，你总不能让武队长去钻吧？你这话好像是暗讽我们治安署拈轻怕重，趋利避害是吗？
UN6570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这个臭皮匠还是有些用处的。你要是不想让我拿你归案的话，你就赶紧走吧。我查过了，那边确实没查出什么事情。行，你先去吧。先走了。
谅我的不得已。怎么了？快换衣服。老宋，你脖子上的伤。老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。是黄海。黄海？他不是失踪十年了吗？帮我去查一下，他最近有没有别的身份办理过酒店入住。这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之前老街杂货店的位置，一个是我今天遭遇到的位置。之前在杂货店的时候，他脚上只有海棠花泥，并没有沥青。今天这两样物质都有，并用你的情报网去查一下，看看哪里有大面积的海棠花种植。记住，还有新铺设的沥青路面。不行，这个太危险了。你今天就受这么多伤，万一……黄海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案子的凶手，并且死者可能不止一个。你这个伤是黄海弄的，既然这么危险，你跟我回去。躲是躲不了的，我们的行动宗旨是不死不休，无论我躲到哪儿，他早晚都会找到我的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
黄海，我们区长尽快给你答复。但你不准擅自行动。好，注意安全。